宋雨化前阵子因为被卷入台独风波，让他演艺生涯备受打击。为了避风头，宋雨化变得超低调，只会偶尔在网络上分享动态。事隔一个月后，他晒出两张侧拍照，照片中宋雨化在太阳下露出灿烂笑容，并附上文字写下认真做自己的事情就够了。短短的一行字却是满满的无奈啊。而宋雨化有一阵子未有公开活动，他在网络上透露近来的休息时间都在积极看各种电影，日前还和老友们聚会叙旧，互相勉励未来依然要继续努力。粉丝则纷纷留言替他加油打气，也希望他趁机好好休息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